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讲呢，现在是讲到第27品，妙庄严王本事品，经文是讲到第447页，科判里面呢，现在是讲到第三段，第三段是明能化方便，说明王夫人进德与王子进藏进言，他们母子三人视线到王宫来，用意是要教化妙庄严王转邪归正的这个目标。那么现在时候正到了，所以说明他们母子能够发心教化这个妙庄阎王的这种的权巧方便。那么经文有三段，第一十字，就是儿时比佛欲引导妙庄阎王，即悯念众生故，说是法华经，就是他要教化国王的时间已经到了，这是上次讲过了。第二论议，论议就是说明这个进藏进言两位王子跟他的母亲进德夫人母子之间问答的话，叫做论议。这是也是上次讲过了，现在简单为了要接下文呢，再简单的叙述一遍。时进藏进言二子，道其母说何时之早转白言，两位王子禀白于他的母亲说，愿母往诣云轮眼修王法智佛说，我等亦当侍从亲近供养礼拜，所以者何？此佛与一切天人众中说法华经，一应听收。那么这是王子禀白他的母亲说，现在这个佛正在说法华经，我们都应当去供养礼拜去听经。母告此言，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对王子说，你汝父信受外道，身着婆罗门法，汝当应往百夫与共聚期，说你们应当要先教化你的父亲，因为你父亲信受外道，深深爱着执着于外道之法，那么因此你应当要禀白你的父亲，要他一同去听经，要他转邪归正，反邪归正。
金藏净言何时招张时时招张白母。那么和尚明白于他的母亲说，我等是法王子，而生是邪见家。这个王子的这两句话呀，有点埋怨的意思。我们都是法王之子，都是行菩萨道的，都是学佛的，修学正法的。那么现在生在这个邪见之家呀，实在是不相宜，所以有这种的埋怨。本来我们都是亲近正法，修学佛法的，现在生在这个邪见之家呀，觉得真麻烦了啊！父王邪见，现在还得去想办法去教化他，他能不能接受还不得而知啊！所以他有这种埋怨。母告子言：“汝但当由念汝父未现神边，若得见者，心必清净，或听我等王道佛说。”这是晋德夫人教他两个儿子说，我们来的用意你们不要忘掉啊！你们应当要由头爱念你的这个王父啊，我们来意就是要教化他啊。那么今天他身着以邪见，要教化固然有困难，但是他身受外道之法呀，说理他未必听得进去。那么有一个办法呀，就是现神通。碰到这种情况啊，只好现神通了。因为他身着迷疑外道之法，外道也在现神通来迷惑他了。外道的神通啊，不过是我们正法的神通的万分之一二而已，分量很少了，神通也不大，那么这样子他就迷住了。现在你只要用现更大的神通啊，来影响他，以神通变化来感化他，不用说法，说理论他未必能够接受，以现实的事实证明，说明我们学佛的佛法里面的神通啊，要胜过外道多多。那么如果他看到你的神通变化感化他，如果他能够看到你的神通的话，也许他的心地会清净，就是会转邪归正的。若得见者，是说他的父王如果能够看到这两位王子现的神通，假如能够看到的话，他的心地必定会使他清净，会转邪归正，知道这个佛的正法，别说是这个法义方面，只是在神通啊，也就胜过外道多多了，让他能够改邪归正。最起码也许他会准许我们去听佛说法，或听我等，那个听之啊，就是准许的意思，许可的意思啊，不是听话的听啊。说也许你父王最起码他自己接受不接受另外一回事啊，最起码他会让我们去听经的啊。所以说或听我等王道佛说，或是不一定的啊，也许他会接受啊，最起码他会让我们母子啊到佛那边去听佛说法了。夫人这个话一说，那么他两个王子当然就知道他们来意啊，应化在王宫的用意啊，就是要教化国王。那么今天既然用说法恐怕不会发生效果，那么应当啊就要现神通了。所以接下去啊，这个王子就现化啊。那么第三段现化，就说明这个晋藏晋言两位王子啊，现这个神通变化来感化他的父王。这就是现在要接下去要讲的经文了。看这经文，先把这段文呢把它念一遍啊。于是二子念其父故，永在虚空，高七多罗寿，现种种神边，于神虚空中行住坐恶，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
身上出火，或现大身满虚空中，而浮现小，小浮现大，于空中灭，忽然在地，入地如水，绿水如滴，现如是的种种神变，令其父王心境性觉。这就是现化，就是两位王子现神通变化来感化他的父王。看这个最后两句，佛人在地之后的最后两句，入地于水以下啊，一直到最后，令其父王心境性觉。令其父王心境性觉，那么这是说明他的神通的效果了。由此可以知道，他在现神通的时候啊，他的父王必定看到的，亲眼看到的，他才会接受，才会投降的。那么经文开头啊，并没有说明王子先禀白他的父王，然后我现在现神通界，你看看喽。他并没有这个话，也没有说，父王你要不要看我们小孩子玩玩啊？我到空中玩给你们看看吧，给你看看。他也没这样说，经文开头既然没有说，后边又说，令其父王心境性觉，那么必定他是看到了。那么既然他没有向父王说就现神通，而最后他都看到而生信心，那么两位王子要现神通之前呢，必定是先使他的父王看到，使这个妙庄阎王看到。要使妙庄阎王看到，他不好说是我来现神通给你看看，我来做把戏和你看哦，他必定不会这样子了。这样子他也不会，就是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啊，这是不行的。那么他用什么办法来现神通呢？凭我的想象，可能啊，吃过早饭之后，这个国王在后园里游逛啊，吃个早饭嘛，在外面散步散步啊，走走啊。那到外面散步的时候，这个两个王子啊，也走到这个后花园去，让他的父王看到他两个人。他看到的时候，也不会跟他说我要现神通。就是让他的父王看到他两个儿子在那边走动的时候啊，他当然就眼睛望住他的儿子。他看到他两个儿子都在后花园里面都在走动的时候，眼睛望住他，看他两个小孩子在玩什么，要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就现神通了，不必说，用这种方式啊，不用说，他就可以突然之间涌在空中现出神通来。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呀，当然他会更会用意看了。从来都没有看他这两个王子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今天为什么变了？这样子他就会下功夫看了，所以再往下就说明他的神通情况了。这一段文所说的神通啊，阿罗汉正到阿罗汉国啊，声闻人比丘，正到阿罗汉国的时候啊，他就具备这种的神通变化，阿罗汉就有这种神通变化，这个叫做阿罗汉的十八变，十八种变化。他这个十八变的次序啊，在其他的经文是这样说的，第一，右胁出水，右胁右腋下。国兰卡哦，这右腋下流水哦，这个地方出水。第二，左胁出火，左边胁下出火，这边火红红一直在烧啊，是这个火一直燃烧出来，这边水一直流出来，右边的右腋下出水，左边左腋下出火，这是第二啊。第三呢，右边出火，翻过来。右边这边水出完了，出火了，火出来。第四啊，左边左胁一下出水了，调换啊，先右水左火，然后啊
右火左水，一二三四。第五啊，身上出水，上身，从头顶上到胸前这个地方通通都会流水啊，好像涌泉一样，那个水一直涌出来，身上出水。而身下出火，胸前之下下半身呢、啊、出火，火一直在熔融在烧啊，下半身出火，上半身出水，水火相冲啊，哦，这个必定是很好看了啊。假如能够把它演成电影，不晓得多好，恐怕电影没有办法这样演吧啊。可以用剪贴啊，哎，有办法可以剪贴啊。那么这个第五是身上出水，第六是身下出火，第七第八又调过来啊。第七是身下出水，下半身胸前以下水一直在流啊，身上出火啊，上半身就是胸前以上到头顶的火一直在往上升在烧。这样子水火不会相冲了、啊、水往下流啊，越流越远啊，火往上升啊，越升越高了，这水火不会相冲啊，各走各的路子啊。那么这样子就有八种了。第九啊，立水如地，它在水面上走啊，跟我们在地面上走情况一样啊。如果我们凡夫不会游泳的话，你跑到水面去一下子沉下去了，他呀走在水面上的水平线上啊，跟走地面一样，绿水与地，绿水如地，这是第九。第十啊，入地如水，他看这个大地啊，我们看到硬邦邦的大地吗？他到这个地面上啊，跟水一样，可以在地下在游泳呢啊，他把这个地变成水啊，在所以说叫做入地如水啊，这是第十。第九是立水如地，第十入地如水啊。第十一啊，升空，升到空中啊，突然之间升空，升到空中突然之间没落到地下面去啊，空母在地啊，升到空中突然之间木下来，投下来一直到地下面去啊。第十二，地木升空啊，就是在地下面呢一下子沉下去，一下子升下来，一直往上升，升到虚空很高的地方啊，就是忽然在地，忽然在空啊。那么十一是先空后地，十二是先地后空啊，就地面上跟虚空中，他们以他有神通的人的这个情况啊，跟我们在地面上在虚空中不一样的，他看虚空也像地，看地也像虚空，都可以发生这种的不同的作用，这是十一十二了。那么第十三是在空中行啊，在半空中啊，就是我们世俗说的这个庭园驾雾了啊，就在空中走动啊，在虚空走来走去啊。第十四啊，在空中住，站在虚空之中，停在这个半空中，站在那个地方啊。第十五啊，在空中坐，他可以在半空中啊腿盘起来坐啊，下面空空洞洞的，他就在空中坐下来啊。第十六啊，在空中卧，他可以在虚空之中啊平躺下来，躺下来也不会掉下来呀 啊他就在空中这样啊，这个右胁之后啊躺下来，第十六。就是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啊，就是在虚空中行住坐卧四为宜啊。第十七，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把身体放大，大得不得了，整个虚空都是他的身体，现大身满虚空中啊，这是第十七。第十八，大夫现小，这个大身突然之间变成很小，小到什么样子呢？小到比那个一粒绿豆还要小啊，小到比一粒芥子还要小啊，从大可以现小，先从小现大，然后从大现小，这是十七十八。
这个叫做阿罗汉十八变。按照经论里面说呀，比丘证到阿罗汉果以后，他如果要入灭啊，先现十八变，要入灭，要入涅槃。阿罗汉要入涅槃之前呢，先现十八变。那么现在你听过这个十八变的名词之后啊，你再对照那个经文，对照经文里面所说的，看这个十八变当中他说了多少啊。那么现在可以看经文了，对一对看啊。于是二子念其父故，永在虚空。这个时候啊，为了啊，要是爱念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缓邪归正的缘故啊，那么他就要现神通了啊。要现神通嘛，要表示他的神通广大，但是他不必用说，就是刚才我说的我的想象的那种情况啊。那么见到他的父亲父王在后园在啊散步的时候啊，看到父王的眼睛望着他兄弟两个人，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现神通，突然之间永在虚空，高七多罗寿啊，就突然之间升空了啊。升空多高啊？七多罗寿，就是他升空的高度，高度有七多罗寿。多罗是一种寿名啊，没有翻译，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寿。那么按照这个翻译名义集里面所说啊，说这个寿啊，一颗最高大概是七丈到八丈，七十台尺到八十台尺之高啊。七八丈高就是一根寿啊，我看可能是像我们这个这边的那个槟榔寿吧，槟榔寿很直吗？很直，最高的是不是能够到七八丈啊？那大概好像有点像，因为它一根一枝一直往上升啊，没有分支的嘛啊，所以它这种寿高度大概是七八丈啊，不是七八尺，是七八丈啊。七八丈就七八十尺了，有这么高啊、有这么高的寿，它不是一颗寿那么高，是七颗寿那么高，那么七七四十九了，假定说那就是五百多丈高啊、那么现在我们往上看，哦，好高好高了，看到他这个两个儿子升空到很高的地方，那么然后在空中啊现种种神变啊、现种种神变，在空中现这个神通啊，要在空中现，让他能够看到，让父王看到，这样子才有意义啊。那么怎么样的现呢？与虚空中行住坐卧，这就是十八变里面的第十三到第十六了啊。那么这个两位王子升到空中啊，在哪里呀、走动，好像走平地一样啊。那么表现给他的父王看，然后就站在空中，然后把腿盘起来在空中打坐，然后躺下来右胁着卧，行住坐卧四威仪在虚空中显现。这个四威仪现过之后啊，然后啊他就身上出水了啊、就是身上流出水来，身下流出火来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这就是十八变的第五第六了啊、身下出水，身上出火，这是第七第八了啊、或现大身满虚空中，这是第十七了，而复现小，这是第十八了，小又再现大，又是第十七了啊、小复现大，以空中灭，忽然在地啊、他在虚空之中啊，突然之间目下来了啊、灭，就在空中看不到，突然之间没有了啊、那么突然之间在空中没有了，到哪里去啊？他突然之间下来了，在地面上看到他两个王子在地面上，忽然之间在地啊、那么在地他再现神通啊，入地如水啊、他到地里面去，好像入水里一样啊、入地如水啊，就是十八变的第十了啊、绿水如地啊、
这是十八变的第九了。他在地面上把地面当水，在水面当地，这样子走动，那么现出他的变化来。现如是等种种神变，如是指上面的永在空中行住坐卧，一直到又下来在地里，绿水与地，绿水如地，这个大概在现十八变里面随便说了这些，没有通通说，所以用一个等字来包括其他的神通变化。等就等于文字里面没有写到的，比如说右胁出水，左胁出火之类，那么没有写到的，就是用一个等字把它总包含在里面，那么十八变可能都现了，也许还超过。那么这些神变现出来之后啊，妙庄阎王看到他两个儿子有这么大的神通变化，很稀奇了，那么令其父王心静信也了。怎么样子他心能够静啊？因为他平常看到外道现的神通啊，是一点点而已啊，今天比他的两个儿子的神通比较起来啊，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看到那个外道的神通啊，是小巫的小子又小的啦，今天看到他儿子的神通啊，大子又大了，神通大得不得了了，所以他心自然就会信解了。那么怎么样子信解啊？他想他两个儿子的神通啊有这么大，这必定他有师承啊，他不是生下来就有这些神通啊，必定他有老师教他的，那么既然有老师教他，他的老师必定是比这个国王的外道老师要熟胜的多啊，隐的多啊，那么必定比他的老师强得多，那么因此他自然就升起信心了，那么他的儿子有这么大的神通，他信的外道没有这个神通，就觉得自己不如啊，那么因此啊就会升起信心，想要跟他的儿子的老师学了，所以接下去啊，第四明所化得意，说明这个所教化的国王，所化就是指这个妙庄阎王接受两位王子的教化，所得到的利益，国王得到的利益啊，有十段的经文说他的利益。第一，信子福师，相信他的儿子现的神通，也服从这个儿子的老师啊，就是佛了，那么服从他的这个老师也要学佛了，第二，百母求出家，就是能化的王子禀白母亲要求要出家。第三，重催见佛，再推说他的父母赶快去见佛，第四，续叹功德，叙述赞叹这个佛的功德。第五，具意佛说，就是父王母后王子眷属都去见佛。第六，佛手往具，到佛那边去，佛就先为妙庄阎王受记，第七，出家修行，统统都出家了，王子父王通通都发心出家，第八，称赞二子，佛妙庄阎王赞叹他两个儿子，第九，佛说行高，就是佛叙述这两位王子过去修行功夫很高了，他不是今天你看到这么一点点，第十，赞佛自誓，妙庄阎王赞叹佛自己发誓愿，要好好的学佛，那么这就是妙庄阎王接受教化之后啊，有这十段文呢，叙述以后的这个殊胜利益，先说第一，信子福师，相信儿子的老师，那么也服从他的老师，希望能够啊得到清净。那么经文说，使复见子，神力如是，心大欢喜，
都未曾有。这个时候父王看到他两个儿子有这么大的神通，神力如是，神通伟力如是，指上面的神通变化18变有这么大的神通变化，心大欢喜啊，这个妙庄阎王高兴得不得了啊，好高兴啊，都未曾有，就从来不曾看过这种神通，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儿子有这么大的神通，这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恒是欢喜，也从来没有看过第一次，所以叫做都未曾有，今天所得的从来不曾有过，都未曾有。那么因此对他的儿子也生起恭敬心来了，看他的儿子不是平常人啊，所以要跟他说话呀，这国王也对他两个儿子表示恭敬啊，合掌向子言，对这两位王子合掌，向他两位王子而问下面的话，说汝的思维是谁，谁之弟子，这是国王请问他两位儿子的话，你们两个人汝等，指这两位王子啊，你们两个人你的老师是哪一位啊，思维是谁，你的老师你是跟谁学的，你的老师是哪一位，谁之弟子，你是什么人的弟子啊，是哪一位老师的弟子，你是跟谁学的。二子白言，两位王子禀白父王说，大王，彼云雷音秀王法智佛，今在七宝菩提树下法座上坐，一切世间天人众中广说法华经，是我等师，我是弟子。这是两位王子答复的话。然后大王因为他是一国之主了，是国王啊，所以虽然是做儿子的，对自己的父王也称大王。我的老师是谁，我现在跟你说吧。就是现在出现在世间的有一尊佛，叫做云雷音秀王法智佛，可能就距离他的王城不远了。在七宝菩提树下，在哪里打坐？彼就指这尊佛了。现在，今就是现在，现在在七宝菩提树下。他坐的菩提树是七宝所成的。那么在菩提树下法座上坐。这尊佛云雷音秀王法智佛现在在七宝菩提树下在法座上打坐，他坐在哪里做什么呢，以一切世间天人众中广说法华经啊。现在这尊佛正在菩提树下坐着讲这个法华经，为天上人间一切听众啊，一切世间包含有情世间与自证觉世间啊，有情世间是六道众生都包含在里面，自证觉世间就包含声闻缘觉菩萨，九法界众生都有因缘，都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听经。在一切天人大众之中，听众最主要的当然是人间天上了，天上的天人做护法，人间的人也包含声闻缘觉菩萨，那么在这个全人广众之中啊，广说法华经，佛现在正在讲法华经，不是简单说，而是详细的说，广说，详细的说，详细的讲说法华经诸法实相之理，开导众生啊，使他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是我等师。那么你问我，我的老师是谁吗？那个云雷音秀王法智佛就是我的师父，那就是我的老师啊，我是跟他学的，我是弟子，我两个人呢就是云雷音秀王法智佛的弟子了啊。那么由此就可以知道，他的神通从哪里来，从学佛来的，跟佛学到的，他是正果以后所现的出现的神通，不是勉强学来的，那是他的修行成就自然而然的显现啊。那么他既然知道他的儿子的老师是谁呢，是佛，父与子言
国王对他的王子就说，我今意欲见鲁等师，我现在也想要看看你的老师，你的师父是一尊佛，我没见过，现在我也要见佛，可共聚王，我们可以共同去啊。因为我没有见过佛，我现在第一次，我第一次去，你那是你的老师啊，你陪我去啊，你可以向佛介绍我，我是谁，你可以讲话呀。那我自己一个人跑得去啊，莫名其妙的这样子太冒昧了哦。那么你陪我去，你可以向佛介绍，哦，这是我的父王某某啊，那么这样子我也好讲话呀，可以见见你的老师。很可能啊，国王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法想得神通，看他的儿子的神通啊，他想要得，他也要得到这么广大的神通，像他的儿子这样子现这个变化，这样看起来神通真能感化人啊，神通能感化。对于这类外道的思想啊，你跟他说理他未必能够接受，现神通他接受了，他就喜欢这样奇奇怪怪的，现神通他会接受了。那么这就觉得很奇怪，既然是从前这两位王子感化他的父王是用神通，而释迦牟尼佛在世说法49年啊，他都禁止他的弟子现神通的，他平常就对佛弟子们，尤其出家众比丘们啊，不准他们现神通啊，而神通不能随便现啊，那么不准现神通，现神通还要受到处罚的啊，如果你无缘无故没有大力一随便现神通，还要受到处罚。各位知道有一位尊者因为现神通而受到处罚的吗？就是宾陀罗波罗多。宾陀罗尊者呀，他就是无意中现了一个神通啊，佛处罚他了。他的原因是这样的，有一天呢，这个250人跟着佛在后边要去托钵，那么这个托钵路上啊，有一个在家人呢，他很奇怪的用金去做了一个饭钵，吃饭的饭钵啊，用金去做的，把这个金的饭钵呀摆在他的门前的一棵大寿啊，把这个金的饭钵摆在这个寿顶上，很高很高的寿的叉叉那个地方，摆在那个地方，他把那个金钵摆在上面，佛弟子们从他的前面经过啊，他就宣布，而各位尊者，如果你不要用神通，就手伸上去能够拿到我那个金钵，我那个金钵就供养他，宣布这个话啊，不要爬寿，就是从地面上你走路的时候啊，手一伸把那个金钵拿下来，那就是你的，我就供养他。那么1250人大家往前走的，一个一个走过去，都知道这个事情，就是眼睛往上看看，谁也不想拿，谁也不伸手拿，谁也不伸手拿，最后一个就是宾陀卢，1255人最后一个就是宾陀卢。宾陀卢走在最后边，他心想，这位居士他发心供养，虽然是不大好啊，不大正确的方法呀，但如果大家都不受他的供养啊，要会使他难过的，会退失他的道心。大家都不放心，好，我来吧。等到宾陀卢最后一个啊，他就手一伸伸上去，就把那个金钵拿下来。哦，那个这个居士很高兴啊，向他顶礼啊，就把这个金钵就供养他了。这是宾陀卢现神通，把手伸得长长的，一伸就把手上的金钵拿下来啊，这当然是神通啊。佛说你这个手又不是那个求捏他怎么能够伸得那么长啊，这必定是神通，没有神通就没办法拿到。他这个钵拿下来接受供养了，托钵回来了，回来佛就集中了，宾陀卢，何时宾陀卢啊，那么大家都没有接受这个金钵的供养，那么宾陀卢接受了。宾陀卢，你喜欢接受人家的供养，无缘无故现神通，接受人家的供养，好，我跟你说，你从今天开始不准你入灭，你不可以入涅槃。哟，
我不能入涅槃，那我怎么办呢？师尊奶奶，你叫我不要入涅槃，我怎么办呢？你喜欢受人供养吗？从此之后，凡是有人供斋，你就去供养，接受人家的供养。从此之后，宾陀罗就不能入涅槃了。他到现在没有入涅槃，不过他住在哪里，我们不得而知。打千僧斋他就出来，有人供千僧斋就出来。这是从前大路上，大丛林里要供千僧斋。如果这个丛林住上千的出家众，那就没有困难了。假如住三五百位的，那你要有满一千位比丘来接受他的供养，这可不容易。所以从前丛林里打千僧斋，那么宾陀罗必定会出现的，必定会出现。那么因此之故啊，所以这个宾陀罗就受到处罚了，他现了神通，受处罚。受处罚的用意就是叫他不要入涅槃，凡是有人供千僧斋，他就要去接受供养，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隐的显的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接受供养，如果不去接受供养，就是违背佛的慈命。因此宾陀罗啊不能入涅槃。那么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入涅槃不得而知了，就要等到佛的命令了。他今天还在，假如你要见他，你就打千僧斋。不过很奇怪的，台湾的这个船界最近啊也有千僧斋，可是那个千僧斋不晓得有没有出现，原因主要就是有没有千僧啊，问题是有没有千僧啊。尤其他还没有登比丘坛，没有登比丘尼坛就打千僧斋，那宾陀罗他未必就能够出现了，因为都是光头的千人，千个光头不是千个比丘啊，他未必就会出现。要真正有千个比丘他会出现啊，当然出现你也看不到啊，不一定就让你看到。那么这是随便现神通会受到处罚。现神通能渡人，为什么佛不准现呢？因为你用神通渡人呢，众生就迷于神通，他就想要神通。因此你想要得神通，没有正果之前有神通啊，很会走偏差的路线，会出毛病。那个提婆达多就是因为还没有正果之前，先学成神通，有了神通啊，他出了问题了。他想要做心佛啊，他另外立众啊，成为这个破僧忤逆大罪，不能随便现神通啊。我记得民国37年，我亲近慈航老法师在中立圆光寺读书的时候啊，我的同学当中有一位叫做宽缺，那宽缺他年纪大，那个时候他已经30几岁了啊，我才20多岁，他30几岁了。他跟我说过几次啊，不躲躲降仙吼，这有更困难了。阿伯问安怎？心通，我心通，我来我心通，今晚我心通，我躲一趟躲降。我说这个不对啊，佛不叫人随便得神通啊，你学就能得到吗？我没有，结果神通也没得到啊，结果就无佛哀哉啊，也现在已经往生了啊。那么当然他年纪到往生的时候年纪也大了，可是他那个时候发心要学神通，用神通度众生，他也没有学到神通，也没有学到，不但神通没有学到啊，连佛法也没学好。为什么？他只想要得神通，那么就研究佛经里面得神通的方法啊，结果下了功夫啊，结果神通也没得到，神通没有得到嘛，佛法也没学好啊。所以啊，你只是想要得神通，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随便得到啊。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假如你现了神通啊，众生就着迷了。近几十年来不是说有放光的吗？这个一放光啊，度很多人啊，是不是真的接受度化得到佛法吗？不见得，因为它的光啊是伪造的。怎么样的伪造啊？它照相啊，从后边的照相的照片后边表现有光，那光是人造的光啊，不是真正放光啊。这种人造光啊，众生未必就能接受感化，也度不了多少人呐。过了一段时间也沉寂下来，也没有了。那么其他有各种神通，说是啊，他有他心通啦，又是如何啦？甚至现在还有待发的阿罗汉了，奇奇怪怪的，无奇不有。可是能渡人吗？不见得，不见得，还是要
佛法要平淡无奇，规规矩矩，按部就班，好好的学习啊，从这个出发心啊，按照这个无论是声闻道菩萨道次第学习啊，要求出离三界必定要发愿离心，出世间心，要行菩萨道必定要发菩提心啊，努力精进自行化他，必定要先充实自己。我从前亲近慈劳慈航老法师常说啊，要努力自修，度众生随缘化他，度众生随顺因缘，由度的因缘我们发心度啊，那最起码自己不要解众生度去就好啊。那么如果没有度众生的因缘，要好好充实自己，把自己先教好，自己先学好，这样子才行啊。那么像这个两位王子度化妙庄阎王，这是特殊情况，因为他深入外道的这个邪见当中啊，不用这种方法他不会发心的。那么当时他有佛呀，虽然他心里想要得神通，到了佛那边去情况就不一样了哦。接下去啊，白母求出家，两位王子禀白他的母亲，要求要出家啊，进藏进言两位王子要出家。于是二子从空中下，那么这个王子跟父王谈话的时间呢，两位王子还在空中呢，他又身在空中，在虚空中啊向他的父王说话，所以难怪父王要合掌了，因为眼睛往上看嘛，他在空中，两位王子在空中，他如果不合掌也就不能表示他的恭敬心啊，他看他的两位王子就是菩萨嘛，所以合掌向他这个说话。那么现在已经教化成功了，由此之故啊，两位王子从空中下来，于是儿子从空中下，到其母所，就是交卷了，考试已经是100分了啊。考试100分了，现在向他母亲交卷了，考卷拿来交了啊。到其母所，来到他的母亲的地方，合掌白母，合掌对母亲表示恭敬啊，明白他的母亲说：“父王今已信解啊，啊，我用神通感化他，他已经深信佛法，也了解佛法了，堪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父王堪得发菩提心了。他可以行菩萨道了啊，他也发心要去见佛了。我等为父已做佛事，我们来的目标啊现在已经达成了啊，我们两个人呢跟你做父做母亲的，为我的父亲啊已经做佛事，这个佛事啊就是感化他啊，转迷成悟啊，啊转邪归正啊，觉迷起悟，使他已经去向佛道，所以叫做做佛事，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叮叮咣咣哦，在哪里这个念经叫做做佛事，不过那也是叫做佛事了他这样子教化他的父王学佛，这才是真正的佛事了。那么他就交卷交完之后啊，现在要求出家了，所以岳母见听一比佛说出家修道，有没有出家呢？我们休息10分钟再看啊。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870398987。全球动保意识日渐觉醒，今年加拿大即举办了史上最大的动保广告看板活动，以人与动物两相对照的方式，让人直接看见，对人类来说看似享受的背后，动物们所需承受的痛苦。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Never thought I'd see something like that. In public, it makes me feel really sad. It definitely caught my eye. I am a bacon eater. It's not just necessarily a pretty idea or something that's easy to talk about, but it does need to be brought to life. As much as I'm not a vegetarian or anything, this isn't, a terribly gruesome thing, but it does, evoke that sadness about it. There is a sadness about the way we treat animals. I don't like looking at it. It's not nice to look at. It's hard to imagine what they're going through. It is a graphic picture to see, an animal actually trapped in he's ready to die. Around somebody's neck. It's just horrible, Yeah, I'm a dog owner, so I do have a little bit of a feeling about against fur, but I also have a fur brim jacket, so. I know they did that back then when they didn't know how to make synthetic fur, except I didn't really know that they still do that today. It's really tru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t's a glamorous fur coat to one lady and to another animal. It's a death sentence, they die. It is very effective. I think we forget sometimes how sensitive animals are, and it is a reminder to see them that way. I mean, obviously, I was not a happy monkey. Just because it's being done doesn't mean it's okay. It affects you, right?
supporting little animals for makeup to look beautiful. I think that's terrible and extremely morbid for them to still continuing to test on animals. I don't understand. I just think it's a terrible thing. I don't get how testing on an animal even like affects the way it would be on a person, to be honest. The message is important, and I would look up animalcharter.ca just for further context.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